就是吃苦耐劳呀。从无到有，创业应该没有性别之分，自己的选择。创业，你们是记者是不是？是不是暗访的记者？我现在的工作状态属于一种被支配的状态，有各种的这个采访啊，洗漱完毕之后就上班。每天的上班时间很固定，但是下班时间不固定。我的生活状态的话比较单调，最现实的就是收入问题吧。白天呢非常的忙碌，苦大仇深啊。向往的生活，反正肯定不会是像现在这样每天都会加班到很晚。40岁之后呢，希望能够健身、旅游、投资。要是能做到4个小时，其实这也挺好的。然后一边玩，然后一边还能把工作做了。我想要的生活其实很简单，给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。每个人内心最想做的还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希望能来一个乾坤大转变也不错啊。你这问题好大。创业当然是件好事。创业就是自己当老板，不是像打工一样每天早晨起来我就是在为老板干活。我觉得创业对于我目前来讲能带给我最大的东西是认同感。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，不仅我自己可以成功，我还可以帮助到我身边的人，然后让他们过上好的生活。我想创业的话，就是因为我想赚钱，赚钱娶媳妇。突然就是很有野心，想要去征服一下这个世界。为什么每次看到你都觉得你活得很自在呢？我觉得真真正正的创业者都是有一颗改变世界的心，无论他改变世界的能力有大有小，有多有少，我觉得无所谓，重要的是他心里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。创业是一个其实很严肃的事情。觉得在北京的话创业机会会多一些，但是你没有关系的话，创业本身就像航海一样，你随时都有可能被大浪给淹没掉。当时毕业的时候也其实也有几个同学去创业嘛，但现在回想起来，如果是当时自己去做创业的话，其实也是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。这是我一个小规划啊，我想在我结婚生孩子以后，我其实蛮想创业的。创业本身是一件很有魅力的事情。30-40岁的时候我会选择。如果说条件全部具备的话，我肯定会选择创业。如果你现在在创业，那我想告诉你，你会面临着99%的阻力和否认。但如果你一直在坚持做，总有一天是会回报于你的。有的人不愿意迈出第一步，有的人害怕迈出第一步，但是当你真正迈出第一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很高兴。我觉得时机到了，我一定要抓住它，不然我一定会后悔的。创业嘛，年轻玩啊，黄了就黄了。为什么创业呢？创业就是为了奔着自己的梦想去的。我想创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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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创业。进。这怎么说呀？我想创业。